你以为的哥哥是这样的，好不好吃啊？那以后小哥每天都来给你做早饭啊。你以后当牙医就好了。撒个娇听听。哥，人家好想你哦，爱你爱你，么么。哥，我想死你了。下来下来。我不。有妹妹真好，对吧？而现实中的哥哥却是这样的。什么？赖世芬，我们为什么要跑啊？我把我妹这个月的零用钱拿去给开心买斗篷装了。就要一块。哼，以为我还会上当吗？不愧是我妹啊。我才不想当你妹呢，这种好人快点把你带走。这大概就是青梅竹马和亲生的差别吧。